Welcome to another Mandarin Corner video. For more advanced students, you will find a free version of this video without English subtitles at mandarincorner.org. If you like our content, please consider making a minimum one-time $30 donation to help us continue producing it. In return, you will get access to all our premium content, which includes downloads of all our videos, audio files, PDFs, digital Hanzi posters, as well as flashcards, and listen to audio with transcript, which include versions with English, without English, Hanzi only, and with traditional characters. Links to donate are below. 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的播客节目，我是 Eileen。大家好，我是张怡菲，目前是一名研究生，主要关注的领域是全球性别研究，这与我本科的相关专业方向是一致的，都是通过性别的视角来研究全球化的问题。说实话，你这个专业挺独特的，在你之前我连听都没有听过。那我还挺好奇的，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专业呢？其实呢，是在最开始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修了很多社科的课程，那通过这些课程我就了解了很多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而且我发现我最感兴趣的其实就是性别歧视问题，而且在当时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以及讲座中，我就有机会更多的去了解当下社会的相关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所以我就后来决定通过学习相关的专业来就是更多的学习这样的领域，所以我就很关注新闻时事，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在网上引起众议的吴亦凡事件，你应该也听说了这件事情吧？当然当然，这个事件就你想不听说都难呀。就那一段时间几乎你每次打开手机看到的都是吴亦凡这个名字。还有网友说，哇，这是我今年吃过最大的瓜，吃完他的瓜我再也对其他的瓜不感兴趣了。但是说实话呢，我对他个人的了解非常少，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唱歌的，是个小鲜肉明星。我相信不少的观众也跟我一样，那能不能请你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人？其实吴亦凡呢，他作为就是曾经红遍亚洲的韩国偶像团体的前成员，在2014年退团之后来到中国发展，在那之后他就开始人气不断的上升。他先后演了几部电影，不过后来是在中国有嘻哈这个综艺节目中，通过像 freestyle 还有 skirt 这些热梗就一下子爆红，然后就晋升了顶流。后来他就不断的有各种商演，而且还先后成为了十几家的就是品牌的代言人，其中就包括了像路易威登呀，还有保时捷这些全球都知名的品牌。所以就是说吴亦凡是近几年来中国流量明星的代表性人物。看来在中国的名气真的是非常之大，难怪这次事件如此的轰动，国内外媒体好像都有报道。那吴亦凡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他其实就是因为被指控涉嫌强奸罪被警方逮捕。那能不能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事件？在今年五月底的时候呢，首先是吴亦凡他和一个19岁的女性包场看电影这个事情先是被媒体曝光，在网上就人们就议论纷纷。后来在六月初的时候，就有一个叫都美竹的人，他的朋友通过微博发了几张都美竹和吴亦凡的聊天记录，聊天记录内容就是关于他们两个谈恋爱，后来吴亦凡就是对对方进行冷暴力，结果都美竹就因为此事而抑郁的事情，这是最开始。怎么冷暴力呢？根据都美竹的说法，就是吴亦凡突然间就不联系他了，玩消失，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后来在七月初就七月八号左右的时候呢，都美竹就再度的发微博来讲一些细节。他说当时吴亦凡呢是以选 MV 女主角的这样的一个由头，让他到邀请他到他家里去，结果他们是在玩桌游，后来玩完之后就在喝酒，都美竹就被灌醉了，在不清醒的情况下吴亦凡就与他发生了性关系。这个事情就是在微博上曝光了之后呢，吴亦凡第一时间来否认这么一个事情，而且对都美竹进行了起诉。后来都美竹就发微博表示称他已经准备开始报案了，而且他也说有一些其他的受害者找到了他，他们会带着证据一起呢去交给警方配合调查。而且他在采访中呢也表明说他是要求吴亦凡的道歉，就是坚决不撤诉。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愈演愈烈，到了七月中旬呢，都美竹在微博中又写下了自己自发生以来所经历的很多很多的情况，就比如说他失眠呀，而且还被很多人就是进行网络暴力，就是被骚扰，以及他无法进食，还要进行电击治疗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打击。都美竹他当时去跟吴亦凡玩了桌游，并且跟他发生了性关系之后，然后之后两个人是个什么关系？就是都美竹当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性侵了吗？还是两个人就成为了男女朋友？后面都美竹之后曝光的更多细节中来讲，以及官方的就是警方的一个调查结果来看，就是当时都美竹确实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吴亦凡进行了性侵。那后来他醒来之后呢，他发现自己在吴亦凡的房间中，然后旁边躺着吴亦凡，他就很无措，就是因为自己等于说喝断片了，所以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他就当时就想要赶紧离开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先走出了房间，结果他发现吴亦凡的表哥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的表哥是在善后，就是确保这个事情不会对吴亦凡造成影响啊等等系列，所以他后来就又返回了房间。那之后吴亦凡醒了之后呢，就是跟他进行聊天呀，交涉，就是吴亦凡告诉他说他喜欢都美竹，然后想要跟都美竹进行恋爱呀，甚至说是为了将来结婚而发展男女朋友关系。所以都美竹当时就等于说是相信他了。当时是差不多是去年的12月底，从12月底到今年的4月份，他们一直都有在保持着微信上的联系，所以都美竹一直认为他是在跟吴亦凡进行交往。嗯，但其实不是，对吗？对，其实就是吴亦凡他是用同样的套路，同样的手段对很多很多的女性进行一个猎捕吧，所以都美竹只是其中之一。曝光了这些信息之后，他又说在整个过程中呢，他和其他受害者是跟吴亦凡有过一些交涉的，他们就是同意吴亦凡团队提出的300万的和解这样的一个补偿，但是在对方要求都美竹他给出任何一个受害者的信息的时候，都美竹就是坚决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不过后来在吴亦凡他们就是中间交涉之后来讲这些费用之后，吴亦凡的母亲报警了，然后他报警称说吴亦凡受到了勒索，受到了来自都美竹的勒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警方开始介入调查了嘛，然后后面其实真相就是很不可思议，就是很出人意料。通过后来警方的调查以及发布的内容来看呢，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其实是有一个第三方，有一个诈骗犯，他是在利用这个事件对吴亦凡和都美竹双方进行了一个勒索吧。他先是冒充一个受害者骗取了都美竹的信任，从都美竹那里了解到了更多的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些细节，然后呢他就开始跟吴亦凡方面去交涉，而且他又冒充吴亦凡的律师团队，或者说吴亦凡的工作室来跟都美竹联系，说要跟他商议一个和解的一个赔偿费用。
就是在这个中间他又冒充了都美竹跟吴亦凡这边的工作室取得联系、嗯、说他们同意就比如说这些费用啊然后要怎么来打钱这样的一个情况、嗯、所以他们当时是谈的是差不多300万、嗯、而且这个人呢 也把他的账号和都美竹的账号都给了吴亦凡这边、嗯、就是进行汇款、嗯，后来这个钱呢是吴亦凡妈妈汇的，他汇给了 都美竹这个账号，他当时汇的是50万，也就不是300万，是50万。就是在中间的这个协商的过程中呢，这个中间的这个欺诈犯他要求都美竹签一个协议，这个协议都美竹当时让了他的一个律师朋友看了一下，这个律师朋友就告诉他，你一定不要签，你签的话你就要坐牢，就是就证明你是在敲诈或者勒索。然后都美竹立刻就觉得自己是被就是就被吴亦凡这边给怎么讲，被套路了。对对对，所以他就拒绝来签这个协议，也说就是不再要那个和解的这个费用了。可是他还是收到了50万的这样的汇款，其实原因就是因为他跟他沟通的不是吴亦凡本人这边的，而是这个中间人。不过后来这个中间人就说，你这个钱如果说他不签这个协议的话就把这个钱退回来，所以都美竹就说，那我肯定不签这个协议，而且那我就退给你。他是分批退的，因为每天的那个额度是有限的嘛，所以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来从中谋取了这样的一个利益在里边。所以后来警方在调查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人给逮捕了。听说吴亦凡被捕还是因为他母亲报了警。对的，也不能说是直接的这个原因，嗯，但是因为他母亲报了警，所以警方才介入了调查、嗯、因为这个事情之前一直是在网上在被议论，但是一直没有所谓的公权力这样的一个法律机关进入调查，直到他母亲报警。而且他母亲报警后，警方调查其实调查的是勒索案，但后面就牵扯出来了这个吴亦凡性侵案。是的，所以他母亲间接的害了他，感觉是。对，就是而且是间接的保存了证据。最开始在都美竹说他们就是他收到了吴亦凡方的联系，在跟他进行这样的一个协商的时候，很多网友都说你是不是在编。后来都美竹就曝光这个截图，但是截图曝光之后，吴亦凡方又说我没跟你联系，因为他确实是没有联系，因为是都美竹是在跟这个欺诈犯在交谈。当时吴亦凡方会认为都美竹真的是在编造一切的东西，然后都美竹呢就也确实是在被欺诈犯蒙骗的过程中呢，以为他是在跟吴亦凡说，所以这样的话就双方的那种截图啊，或者说双方的所谓的证据啊什么都对不上，所以他吴亦凡方就深刻的觉得一定是都美竹自己在搞鬼，然后就报警了。哦，哇，这事情太离奇了，简直比电视剧还要精彩。警方调查还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在这个中间是其实有一个网络写手，他为了个人的一个知名度吧，就主动的联系了都美竹说要帮他来代写微博的这样的一些文章。所以说都美竹在后来的一些十多篇的这样微博的文案都是有一个代写来帮他写的，当然是都美竹提供事实和内容，由这个代写来润色，然后让他看完之后发布。所以说后来事情的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在7月18号的时候，都美竹他就发布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被网友们称为是决战文。在这个文章中呢，都美竹就是曝光了很多，说了更多的细节，以及也说了关于吴亦凡的一些情况，以及最后他对吴亦凡的要求，就比如说让他走出娱乐圈，再也不要出现在大众眼前，以及向大众公开道歉，要一笔一画写出这样的一个道歉信啊等等一系列的，就是他在最后说这一次是决战。当时的这篇决战文发出来之后，就让很多的网友开始议论，然后也间接的导致了就是很多人的一个去关注。而且在后来呢，到了7月底，7月31号的时候，警方就以吴亦凡涉嫌强奸罪把他进行了刑拘。
把他给拘留起来，要进行更深一步的调查。那最后到了八月十六号的时候，警方就发布说将吴亦凡进行逮捕，就是以涉嫌强奸罪这样的一个罪名进行了逮捕。据说这个决战文里面有很多细节，并且呢，这个也是引发了大众讨论的其中一个原因。能不能说一说里面有哪些细节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的？首先第一个细节呢，也是都美竹在最开始所讲的，他在文中称被吴亦凡摧残的一部分女性呢，就是当时这些受害者得了抑郁症，有的自残，还有做人流，甚至是得性病呀等等这些的情况。这个内容爆出之后呢，就让很多网友非常的愤怒，他们就评论说，就是吴亦凡即便说是没有违法，也是道德败坏，不可原谅。那这是一个文中的细节。另外一个细节呢，就是吴亦凡有一句话是，就是在文中说的是，就是我的很大，你忍一下。那这句话呢，当时被网友们做成了各种表情包以及鬼畜的视频，来在网上广泛的传递，来对吴亦凡进行嘲讽。中间还有一句话是关于吴亦凡性器官的一个讽刺性的一个比喻，就是把他的性器官比喻成牙签，然后就有网友就给吴亦凡取了吴谦这么一个绰号。那其实就是这个绰号呢，就引爆了全民的一个狂欢吧，所以说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据说都美竹当时还是未满18岁。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引发全民关注的点，就是因为当时在更多的细节曝光之后，人们就开始看到包括都美竹在内的很多女性，在当时跟吴亦凡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她们都还没有满18岁，所以人们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已经涉嫌到了诱奸和迷奸未成年女性这样的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是的。而且据说还有一名女艺人也曝光了她类似的遭遇，对吧？对的，就是在都美竹发布了她的决战文之后呢，前女团成员张丹三就站出来发布她和吴亦凡的聊天记录，讲述自己也曾遭遇同样的一个经历。她的这个行为呢，就鼓励了更多的女性，就是其他的相关的女性也站出来曝光她们和吴亦凡的一个交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自己被骗呀，或者被这种玩弄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一时间呢，就是有一个 hashtag 在微博上叫做 girls help girls， 就被人们广泛的去使用和传递在微博上。后来呢，就有越来越多人被这些女孩的勇气所感动，当然同时他们也从这些曝光的内容的细节中，他们看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就比如说有人就指出说，吴亦凡他会用就是比如说我只是想谈纯纯的恋爱这样的一种 PUA 的话术来营造一种浪漫爱的假象，而且他的言语中呢就时刻流露着非常歧视女性的那种处女情节，就让很多人认为吴亦凡这样一个就是万千少女的粉丝的偶像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人，就让人很难以置信。因此这个事件呢才会引起这么大的骚动。他的粉丝们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这个事情开始发酵的时候呢，吴亦凡的粉丝就称说都美竹其实是在利用和抹黑吴亦凡，就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哥哥单纯又无辜，而都美竹呢其实是为了博人眼球，为了涨流量蹭知名度，就是故意在抹黑吴亦凡。而且就是有一些持相似的一些态度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呢，他们就说是就是这个事情呢都美竹其实是一个就是受益者，因为好像被吴亦凡这样的流量去睡是一种福利。而同时呢还有一些人说，那都美竹是因为自己在那里搞暧昧，所以说呢活该被吴亦凡睡。
那除了这些网友的这种荡妇羞辱呀，以及基于受害者有罪论的这样的一个讽刺和骚扰吧，都美竹当时其实还受到了很多吴亦凡粉丝的真实的死亡威胁，所以他的粉丝一直是就是坚持吴亦凡是对的，即便是在后来吴亦凡在全盘否认了就是决战文中的那些内容之后呢，这些粉丝在他的微博下面说我相信你，我相信哥哥。而到吴亦凡被刑拘的时候，还有人发文称，就是一些忠实的粉丝还发文称说还没有定罪，我相信哥哥是无辜的。真的是到了最后他被逮捕了之后，依然还有粉丝他们在一起就是创建了叫做营救群的这样的一个群，然后就在里边讨论说如何去解救吴亦凡。天哪，这都是一群什么粉丝？对，甚至还有粉丝说要到监狱里去陪他。那你去吧，慢走不送。就除了张丹三还有都美竹，好像还有其他的受害者也站出来发声了。最后是爆出总共吴亦凡性侵了多少名女孩子，加起来大概有30多位，就是可能不一定全都是那种无意识状态下的性侵，因为他们有的人在一开始真的觉得是在跟自己的偶像谈恋爱，或者说真的觉得偶像是爱自己的，所以他们可能是自愿的跟他发生了性关系，但是他们后来发现自己其实是被这样的一种套路吧去玩弄了。那刚刚说完这个，粉丝们其实普遍是对他抱有信任跟支持的态度，那当时大众的反应是如何的呢？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其实有一部分人实际上是还是相对来说会不会像粉丝那么的失去理智的。在我看来，一开始呢一些网友就说吴亦凡是渣男，然后他的这个行为就非常的可耻，道德败坏，他们还会表示说相信都美竹。那后来当更多的细节曝光之后呢，就有网友表示说吴亦凡他其实就是在利用不平等的一个权力关系在对女性进行一个性侵，而且这样的行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而且他们还说希望粉丝能够理智一些，不要再非常盲目的去相信或者追随自己的偶像。最后到吴亦凡被逮捕之后，很多人就是在庆祝，就是很开心他会被抓进去，而且他们希望吴亦凡就是呼吁说吴亦凡不管他是什么国籍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吴亦凡他其实是加拿大裔的。男性跟女性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有没有什么区别？总体来讲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对于都美竹的支持者呢，就是女性，因为他们可以更好的产生共情在很多方面，所以他们会愿意去支持都美竹，以及在之后不断的去在网上发声。而很多的男性呢，因为首先这个事情可能他们就是站在一个跟自己没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他们可能就最多就是吃瓜群众，有些男性会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除了这些不能共情的男性以外呢，还有一部分人群他们是自称为持着理性中立客观态度的这么一群人，他们对性骚扰的问题呢也是相对冷漠的。这些所谓的理中客们通常就是以看热闹的心态来看待性骚扰事件，在当事人没有提供出足够的证据的时候不能受到支持或者说信任。而且即便在很多的女性就是不同的女性站出来指控同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依然还强调着说这个事情可能还是会有反转，这个结局可能会有反转。所以他们一直坚持拒绝去听这些受害者的话语，他们也总将评判的标准寄希望于公权力的判断，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立法机关的一个声明或者说一个调查结果才是唯一值得相信的，而其他大众比如说网友们的一些批评呀或者议论是不理智也是不重要的，就是不需要去听他们在说什么。所以归根结底这些人就是这些理中客们，他们是不能够去
共情受害者的，所以他们看似是就是理性呀、客观呀、中立，但实则他们是在是对加害者和谩骂者的行为是置之不理的，那么这样就导致他们其实更一步加深了对受害者的不信任和打击。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大概在七八月份嘛，现在已经是九月中旬了。那吴亦凡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他还在还是被拘留了的状态吗？还是已经上过法庭了？就最新关于他的消息还是上一次的他被逮捕，因为这个是需要证据的一个搜集，以及好像听说他不仅是强奸罪这么一项罪名，就是可能会涉及到其他的关于毒品相关的罪行。当然这个是网上议论的，这个没有说官方来发布，现在法庭也没有审判。哎，我发现在了解完整个事件之后啊，这个其实跟两年前备受关注的米兔运动还是很相似的，你认为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关性呢？其实相关性非常的大。我首先想说呢，就是这次的吴亦凡事件它其实就是一个 Me Too 事件。就是它的发生也正是近几年 Me Too 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结果。因为中国它是一个长期谈性色变的社会，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性侵犯或者说性骚扰的受害者或者说幸存者，当他们想要去描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他们就找不到一个具体的语言和文字来详实的去描述，而且呢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指控的究竟是什么。就比如说在五年前，当时小基娜她在指控吴亦凡的时候，她就是用冷暴力这样的一个。小基娜是谁？小基娜是在2015年的时候曝光吴亦凡的一个前任女友。哦，五年前就有了。对的，她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也不能说是大部分人，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也是比较反感他。他在加拿大，尤其在加拿大的时候，他第一任女友跟他当时他爆出来的事情就已经让很多加拿大人就很讨厌他了。嗯，这个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啊，什么事情？八卦一下。你说当时他和他前女友吗？啊，对。他们本来是在恋爱关系嘛，然后就吴亦凡单方面的出轨，然后他们就分手了。但是并不是很和平的那种分手。好，那说回到这个米兔运动，你刚刚说的那个小基娜在五年前控诉吴亦凡冷暴力，但实际上不是冷暴力对吗？对，其实他当时也是属于那种利用小基娜，就是如出一辙的套路，他也是在情感操控他以及利用他，而且对他进行类似于性剥削这样的行为，然后也就是否认自己的行为以及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的道歉之类的。据说都美竹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被性侵，他在微博上控诉吴亦凡的其实只是冷暴力而已，然后在后面当网友给他分析的时候才得出这个结论，原来我是被吴亦凡操控了然后被性侵了。对的，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说中国长期以来是个谈性色变的社会，那就导致了这些很多的女性她们没有一个语言来描述这样的行为，没有办法去定义它。那 Me Too 的运动呢，近几年在中国的一个影响之一就是它让人们更多的接触到了类似于比如说性侵犯、性骚扰、性同意还有性自主权相关的这些的西方女权运动长期发展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名词和话语。那这就让很多的中国的女性就找到了一个可以发声的共同语言来描述她们的经历。与此同时呢，她们在 Me Too 运动中一次次的听到这些话语这些词汇，所以他就会主动的去了解，甚至说公开的去使用这些词汇这些语言。这就让他们在这次事件中，就是吴亦凡这次事件中，大众就能够通过像你说的通过都美竹的描述比较准确的去识别和定性吴亦凡他这次的行为是权势性侵，而不是像
就是简简单单的那种所谓的他们之间的一些八卦呀。与此同时也有很多的网友因为他们知道了这种女性会受到权势性侵或者说性侵犯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所以他们能够共情受害者，因此他们也愿意站出来为杜美竹来发声。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觉得 Me Too 和这个事情的相关性。那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因为长期以来荡妇羞辱文化是一直存在在中国的，所以很多女性她们在遭受到性骚扰或者性侵犯之后，她们是不愿意或者不敢去跟他人讲述这个事情的，因为她们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如果被别人知道后她们所面临的就会是指责，而且他们会被指责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就比如说他们衣着暴露，行为轻浮或者说行为随便而活该受到这样的一个侵犯。不过在这次事件中呢，虽然一开始是有一些网友认为都美竹就是为了炒作，而且也是因为他自己的个人行为不检点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但是呢自始至终一直都有一批网友他们站在都美竹的这一面，坚称是相信都美竹，支持他，并且表示作为受害者的都美竹他是没有错的，他不应该受到荡妇羞辱。这些群体呢他们是以年轻女性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者们，而这些支持者们正是 Me Too 在中国的整个过程中的一个亲历者和见证者。在过去的三年中吧，他们其实是看到了个体勇于发声的力量和不易，而且他们也看到了就是大众对于公开的去反对性侵犯这样的事情的态度的一个转变，而且他们也看到了相互信任和集体发声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这些 Me Too 在中国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呢，就让人们就是不再轻易的这一次不再轻易的用所谓的被偶像税是粉丝福利这些话术来淡化这个事情。而相反他们是在整个过程中舆论始终维持着对吴亦凡的这样的一个争议，他强调着就是 Me Too 运动一直以来所常说的我不是完美受害者这样的一个重要认知。这也是最终能够让我刚才说到的三十多名其他的女性愿意站出来说我也是成为了一种可能。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最后我还想说的一点就是吴亦凡他的逮捕其实对于中国的 Me Too 运动来讲其实是一次胜利。据我所知 Me Too 运动一开始是在美国那边兴起的，那你刚刚也有把吴亦凡这个事件定义为 Me Too，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Me Too 运动在中国展开的情况如何，就除了吴亦凡这个事件还有没有其他的成功的例子？中国的 Me Too 运动其实是开始于2018年的，在当年的1月1号，北京航天大学的毕业生罗西西，他实名举报了学校的教授陈小武性骚扰，这就成为了中国 Me Too 运动的第一案。当时呢，就是青年的女权主义者们，作为回应，就组织大家向母校发起一个倡议，他们给母校寄信，要求母校建立一个反性骚扰这样的一个机制。那其实当时是有近100个大学的将近1万名校友和在校生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倡议书，所以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吧。那在当年的6月份，甘肃有一个19岁的高三女学生，她就是因为曾经遭受班主任的性骚扰就后来选择自杀，这个事情其实就引起了全国的一个比较大的关注。而后来在7月份的时候，化名花花的一个网友，他在网上发文爆料说曾遭到一个知名的公益人叫雷闯的一个性侵，就至此之后呢就引发了一系列的知名人士性骚扰或者性侵事件的一个曝光，就比如说
大家可能会相对了解一些的贤子诉朱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案，以及刘静瑶诉企业家刘强东的性侵案。然后最在吴亦凡事件出来没有多久，又有另外一位名人是一位主持人，也被指控性侵。而且这个主持人是我从小看到大的，我就觉得挺震惊的。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就是在吴亦凡被逮捕的当月，也就是八月份，当时就是一名网名为小易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她在网上就指控湖南卫视主持人钱枫曾经对她进行了性侵。用她的描述讲呢，就是她怀疑当时钱枫在她的酒中下药，所以她在喝了酒之后呢，就是没有意识，她就被钱枫强制的带到了家中，而且在她就真的是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对她进行了性侵。而他后来就质问钱枫这件事情的时候，钱枫曾试图通过给他打钱以及说哎呀就是要跟他恋爱交往这样的手段想要把这个事情压下去，但是他当时就拒绝了，而且他就直接去警察局报了案，以及去做了一个验伤。而这个事情就是在今年被他在网上爆出来之后呢，大众开始关注，而一部分人呢就是还是用完美受害者的这样一个论述来就是表示对他的怀疑，他们就是说你为什么过了两年才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但与此同时，另外一部分的网友呢就是表示对他支持，表示说相信他，而且也要求钱枫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样的一个呼吁。我们也可以看出网友的不同的反应跟吴亦凡事件中大众的一个反应其实是如出一辙的。不过刚才你问到了就是有没有相对来说成功一些的一个案例，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相对来说成功的一个案例呢，就是在2019年7月的时候，社工明星刘猛他的性骚扰案一审是获胜的。就是这个案件呢，因为他被指控是那个性骚扰，然后这个指控成立，这个就成为了中国法律史上首个以性骚扰为案由判决的胜诉案例。那你觉得在中国有哪一些群体是认为米兔运动很重要的？我觉得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呢，就是以女性为主的受到过高等教育以及职业等级高的一些年轻的群体，他们呢是认为 MeToo 运动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好，那通过你的描述呢，我们也了解了吴亦凡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以及他跟 MeToo 运动的相关性，还有 MeToo 运动在中国的展开情况。那在我们结束之前，亦菲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团结在一起，自我赋能，形成连接，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真正的为自己的权利去努力，而且呢也能够推动性别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们有什么看法的话可以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那就请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拜拜亦菲。拜拜。